喂，不要吓我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露。OK， 今天呢，我要来玩恐怖游戏。今天呢，我要玩什么恐怖游戏呢？今天我要玩一个我小时候玩的非常恐怖的游戏啊，就是无脸男。哇哦，这个游戏真的在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玩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恐怖啦。所以今天废话不多说，我们 Let's go。哇，它的封面还是跟小时候一样恐怖，真的。开始，我们直接玩最难的。哇，这个游戏真的还是跟我小时候一样恐怖哎。地图啊 ，OK， 现在我们要去地图，我们要看这地图去找东西。哦，找到，我们找到第一个东西了，这是打开这个箱子锁住了，我们再去找另外一个。我听到了声音。不要！哦哦，房子，我看到房子啊！不要！他的背景音乐很恐怖哎！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！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！哇哇，这个屋子还是一样，这么的烂烂的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很恐怖哎，各位！哟，这边有一个照片，找到钥匙啊！各位有找到钥匙啊？啊啊！鸡巴！妈的，吓到我！哦，老哎，吓到我 ！OK， 我们要去别的地方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要静悄悄的走。OK。哦，找到房子了，找到屋子了，找到屋子了。OK。哇！不要吓我！这是什么？不见了！为什么那个门？为什么那个门自己打开关掉？找到钥匙了！丢你老布啊！一直吓我，现在吓！妈的，各位真的很恐怖！我没有开玩笑，我觉得这个鬼很没有礼貌，真的，时不时出来吓人家。哼，没有家教的鬼哦！这边有锁匙，我们可以回去去开那个箱子。哎，为什么这个锁匙还是开不到的？这什么？走开！不要追我！不要追我！气死！不要！走开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为什么你跑得不快？为什么你跑得不快？不要！哦，小屋子。那个阿嬷一直追我，不要追我 ，please。哪里？哦，有箱子，开不到嘞，这箱子。他几时在我旁边？他几时在我旁边？快点跑！妈的，他会，妈的，各位，他会瞬间移动。你再追我的话，我给你吃干拿塞，给你吃。关门。哦，他应该进不来吧？哇，真的搞！喂，走开，不要追我，
不要追我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要过来啊，不要过来啊，你过来我一巴掌给你飞掉，我跟你讲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各位，关门 ，OK， 关门，关门。OK， 找到另外一个钥匙了。喂，鸡拜婆，走开，八婆，不要追我，不要追我。哇哇！怎么走开？不要不要不要！阿妈 green 卡。哦，铁锹。哎，我现在有铁锹。哎，哇！哇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我拿到钥匙了。OK OK OK。外面好像有箱子，哦哟，记得打开。没有东西呀，妈的，给骗去。哦，找到油啊，油是干嘛用的？哎，撬开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还剩下最后两个。这石头到底是怎么用的？哇，滚开哟，滚开哟，死八婆！喂，死八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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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哇，哇，妈咪！各位哦，什么东西？喂，啊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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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啊 ！Game over！ 妈的，最后我还是输了。其实跟你们讲，这个游戏还蛮不错的啦，说实话啦，只是也许这个游戏有一点年代了，有一点年代了，所以会比较粗糙一点，对，但是我还是觉得，这游戏还是不错的，还是有一定的恐怖啦。哇哦，真的是烂游戏。OK， 好了，我的影片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跟按赞。然后，如果你们想要看我玩什么游戏的话，记得在底下评论告诉我。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